一位呢，他是说台北呢礼拜天好像都会下雨，有吗？台中应该不会下雨，对不对？台中比较不下雨，是不是？但是在光良的歌中，台北是下着雨的星期天。我们欢迎光良。嗨，欢迎你。这是送给小燕姐的，多多指教。多多指教，这是我的新歌加演唱会 live 精选，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哇！今天现场有我的新朋友，还有我的老朋友，欢迎你！来来来，这里有两位是第一次来的，你们看呢？有博士，对不对？是潘博士，紧张吗？潘博士你好，非常紧张，因为我虽然号称博士，但是可能知识不如小朋友来的强。对，而且潘博士的女儿啊，是跟永荣同班。同班，对，同班，天母国小同班的。天母国小，后来你女儿又转走。对对对对。哇，所以你应该 OK 的，只要家里有小学生的爸爸妈妈都很 OK。是被教育。除非爸爸没有陪女儿做功课。糟糕了，我现在更紧张，我现在内衣都可以。那看起来就是没有，对不对？偶尔，那就 OK。珊妮老师，那天他来上我节目，然后我就不要讲什么，讲到哎呀，我常看这个超偶啊，因为呢，我一边在看《百万小学堂》的题目，他就说不要讲，吓歪了。你要问我紧不紧张吗？我吓死了。对，我刚才在后台，他就说他超紧张的。真的吗？因为他第一次上，上次我第一次上也是很紧张。那你有没有告诉他，真的不用紧张？嗯。你看他，他穿那么多的衣服。因为我有经验了，穿多一点比较不会冷。来，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这个光良的歌，好不好？好。你要带给我什么歌曲？这首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我的新歌。来，我们听听看。谢谢。今天特别热，我不用这个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还可以穿这么多。对，刚才有说到嘛，上一次我来我真的超冷的，因为很紧张，我现在手也是冰的。真的？真的不用紧张。你知道上个礼拜品冠来，对不对？嗯。对，品冠跟蓝君天，他一点都不紧张，才怪。他答对多少题？他答对多少题？
六题。哦，所以才怪，就是他也很紧张就对了。你有没有压力？有，超有的。超有的吗？超有的。品冠六题，但是因为他有跟蓝君天，那我觉得你一个人就 OK 的。我会加油，我会加油。好。你看我都擦要擦汗，你穿这么多，很怪耶。啊，潘博士，他穿这么多不出汗，我穿这样就出汗，我们俩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你的身体呢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的身体。哦，那我的身体。然后呢，你的身体稍微虚了一点。潘博士，你不用对我太好，真的。我现在极尽巴结之能事。其实你应该巴结的是他们小朋友，是是是，对不对？有道理，有道理，对。好，来来来，先选个小朋友。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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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我。好腿。耶。英文好了。先选英文，五年级的英文，来。时间题。选择题，早起的鸟儿是 early bird， 夜猫子是 night， 一 cat， 二 bat， 三 owl。所以是什么？是什么？三啊，确定。确定吗？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夜猫子，然后三 owl 是猫头鹰，对，然后呢？通常老外没有说那个夜猫子的说法，老外比较多猫头鹰，像譬如说《哈利波特》里面有没有，就一直有一只猫头鹰啊，所以晚上出现的对老外来说应该是猫头鹰。我的逻辑是这样啊。你的逻辑是这样。嗯嗯。对吗？陈珊妮老师对吗？我选三。你也选三。好。我一直出汗呢，糟糕。你意思是说，小燕姐，你是出汗是代表其实我答错了，对不对？三，猫头鹰，对不对？对，其实是猫头鹰，很简单的这题。隐性应该 OK 吗？我完全不紧张。小朋友的声音好恐怖哦！小朋友的声音好恐怖。有吗？再一次好了，一二三。好，还蛮可爱的。他们的声音都是这样，你一定要习惯。好，来。再选一题吗？我选六年级的健康与体育。铁头功，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都会铁腿功了，好不好？铁腿功，你怎么练的？我都这样练的。哦，怎么这么累啊？选择题：登山运动的第二天踢腿了，怎样才能比较快复原？一先热敷，次日冷敷。二，适量补充维他命 A。三，持续适度运动。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三，是因为我之前去，譬如说去健身房运动过后，有问教练，他说其实可以持续再运动，可是不要那么过量。不要那么过量。是的。确定吗？健身教练的话，光良真的都有在听。不过持续再运动，真的对腿酸有帮助吗？来这根本是完全没有自尊的，好讨厌哦！天下有没有暗示？一个摧毁摧毁自信心的节目，对，来过一次。但是我们建立了很多小朋友的信心。Coming soon。譬如说去健身房运动过后，有问教练，他说其实可以持续再运动，可是不要那么过量。不要那么过量。是的。确定吗？确定。不是吗？
们有踢推过吗？踢推。我选三。确定？确定。确定。影星，确定吗？这个我好不擅长哦。不擅长吗？对啊。珊妮，不确定，因为他讲了。你确定还是不确定？确定。所以潘博士是确定哈。大概是三吧，对。应该是三哈，应该是三。蜥蜴男。因为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教练说，就是如果酸的话，还是要持续。你干嘛抄他讲的话？真的。教练。第一件事，突然大量或激烈的运动超过你的身体负荷能力所造成的。缓解的方法是运动后立刻冰敷，或者酸痛出现以后呢，热敷按摩。不过呢，更好的方法是持续适度的运动。所谓运动治酸痛，可以在3到5天内就可以消除，比传统的5到7天会可以缩短2天。所以正确的答案是持续适度的运动。我选。人好了，柔柔。好，来，要选什么？我要选四年级的自然与生活科技。耶耶。选择题：一般游泳池的水，为了要达到杀菌效果，需保持什么元素？一氧，会不会太简单？氢，太简单。三氯，太简单，太简单，太简单。不是你，按确定。按确定。是什么？我3333。制作单位，这么简单的题目，感觉上有点泄题。可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这有这么难？小姐，我不骗你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不会念。啊？那个字其实不会念。我刚才听题目的时候，我有听他念，我就知道是三。哦，你不会念吗？我不会，我会念氧而已。哦，会念氧、氢、氯。氯应该是氯。氯三。一年级的生活，一年级生活来。选择题：以下哪种花的花瓣颜色拥有一日数变的特色？一、山芙蓉；二、山桔梗；三、山茶花。好，我不懂，不懂，我要拿这个。好，同学卡。应该是芙蓉吧。你觉得是芙蓉是不是？好，请拿到手上来来来。你觉得是芙蓉，珊妮呢？我不知道。不知道。老师呢？我不会。不会。来，同学们告诉我们是什么。三芙蓉。二年级综合活动。问答题：北极耕田，猜一国际城市。很简单。有吗？北极耕田。北极耕田。5、4、3、2，来。好人卡，北极耕田，潘博士，不会。对，哇，你怎么每次都给我一个好准确的答案？北极耕田不会。珊妮老师，雪梨。珊妮老师常常跟人家玩游戏啊。
谢谢好人，谢谢好人。来，接下来我选三年级的艺术与人文。艺术与人文。选择题：奥地利被称为音乐国度，哪个音乐家不是出生于奥地利？一、海顿；二、莫扎特；三、贝多芬。啊，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我用卡好了。用卡。安全一点。安全一点。来，帮帮我。山妮老师。老师。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允欣，允欣，来一个，这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题目，超难的啊！谢颖来，这是小学。我虽然出过唱片，可是这应该问山妮老师吧？潘博士，我不会。我不会。潘博士，你到现在给我的答案都叫做我不会。好，来，正确答案是。不在奥地利，海顿、莫扎特应该都在奥地利，贝多芬是在哪里呢？阿晨，请说。贝多芬他是出生于德国。国语。国语好了。国语。国语。选择题。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首诗句中的孟夫子指的人是谁？一、孟郊；二、孟子；三、孟浩然。好，这句话呢，你知道是谁说的吗？谁说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先要知道是谁说的，对不对？应该是李白。我猜孟浩然。孟浩然，确定吗？确定。你知道孟浩然写过什么吗？不确定。不确定，来按确定。四年级社会。四年级社会。选择题：台湾素有东台第一景美誉的是一、三仙台；二、太麻里；三、知本温泉。东台第一美景哦，第一美景是哪里？三仙台、太麻里、知本温泉。小朋友不要说哈。太麻里，确定。确定。看日出，是一男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三仙台。这三个选项都在台东境内，但拥有第一美景的美誉却只有一个哦。你的问题很多哎。所以要聊聊吗？中间那个，你们两个研究起来了吗？表情，我要表情。我们制作人会砍了我。你建议我国语。我国语。国语。国语。李白。对。我觉得应该是三仙台。潘怀忠也是。我不会。潘先生，你这样一直我问你都我不会，明天你过出去你上别的节目，人家就会说。我不会，先生。对对对对，真的不会了。我待会儿一定要问一点你会的，对不对？我不晓得有没有我会。就有一些东西，
我们不该吃的你一定会嘛，对不对？好，太麻里。失败了，要有谁知道的？等一下，小辫子好可爱呀！你叫什么名字啊？张秀如。啊，张秀如啊，好，是哪里？三仙台。你去找那个失忆男，叫他给你一个机会。来。拥抱。好，这一位。啊，芝麻温泉答对了。原来你也猜的。芝麻温泉，你待会要买巧克力糖给他。好。好，恭喜阿姨，一共答对了不少题哦，很厉害，18000元。是8月6号在 Legacy， 在 Legacy 有演唱会，到时候我也可以为大家签名。好，对，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最近要跟曾国城一起演出这个屏风的很叫座的一个舞台戏，叫做《征婚启事》，尹清小姐。是的，这个征婚启事啊，这个加演，对，加演啊，加演多少场？8场，哇，城市舞台，在城市舞台是不是？对，看刚刚那题目不难嘛，对不对？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啊，你看他这个光良默默的就答对那么多题，对不对？加油，加油！好，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来。这个经过这么，这是唱歌的麦克风，太紧张了，很紧张，我觉得很恐怖，很恐怖。人到这里来，因为我这里又有老花眼镜啊，又有口红，有的人就想戴起眼镜，以为要看题目。我真的是老花眼，对不对？麦克风会拿起来，好，先选个小朋友。舞台剧《征婚启事》，征婚启事难演，还难演哈。对，要换，但也没有这个那么这么难吗？害怕。哎呀，不要怕，不要怕。你们这样子啊，让潘博士很后悔自己答应了这个通告。真的很后悔。真的很后悔。但是我是为了要来看你。我又觉得很感动，又觉得很。一个医生想要看你，你觉得很害怕，对不对？不是，老师。对，好，来，加油。我选，可以选了，是不是？选。选6年级数学题。哇！敢学数学，敢选数学题的，都不是盖的哦，各位同学，请把纸笔准备好，来。问答题。有一五位数是8和5的公倍数，请问此数最大是多少？张嘉玲什么学校毕业？福大心理系。福大什么系？心理系。心理系，哇，他也是心理系的人，一样都很会数学。你们两个连纸笔都不拿了。他说很硬，放空。放空。99960。99960。确定不确定？好，台下的请不要说话，他要按确定还是不确定？你还没按确定哦。我想用卡，我要用卡，我要用卡。好，同学，好，等一下啊，潘博士，潘博士，我还没算出来我的。
博士，您还没算出来啊？还没算出来，对。您应该是没有陪你女儿做功课。这个太难了，这太难了。难不难这题？还好，还好。看你多厉害。好，答案是。没关系，没有关系。浪费一张卡呀。双重保障，我不想。双重保障，99960。一年级的好了啦，一年级好了，好，来一年级，加油加油！时间题，是非题，小新想带着他的熟女车坐火车出去玩，应该要先帮脚踏车买票，对还是错？我要用卡。好人，谁是好人？谁是好人？小新说他带熟女车坐火车出去玩，应该要先帮脚踏车买票。博士，这你总知道了吧？对，要买票。徐以南，我都会买票。香妮说我没有脚踏车，没有，但我记得好像要买票。要买票是不是？好，要买票对不对？哎，要买票。折叠车是不是不要？就不用吧，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如果是带脚踏车的话，那么那个票价是一般正常人的半价。半价？对。折叠式的就不要了，对不对？折叠式可以带上车，但是有固定的班次。有固定的班次哦。哇，好有学问哦！好有学问哦！来，再选个小朋友。你心很紧张啊，我只剩一张卡了，就只剩一张卡了耶。嗯，好，那你要什么？二年级综合活动。二年级的综合活动。选择题：小西瓜吃粽子吃到胃胀气，下列何项无法改善它的不舒服？一，在吃粽子前喝些牛奶；二，多咀嚼几下再吞下肚。三，餐后吃些木瓜、凤梨。好，很多人吃粽子吃到胃胀气，下列几项？你选一，哎，确定？好讨厌哦！一，博士，你觉得是什么？一，他也说你好讨厌哦。他刚刚对那小朋友，小朋友说：“哦，好，一，这题真的很简单哈。”对，下一个，乡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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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的感觉。那你国语，国文，国文好了，国语，四年级。选择题：金兆尹一词意思不包含下列何项？一、地名；二、官名；三、公名。哎，金兆尹跟我同姓哎。对呀。对呀。OK OK。好，我想要，你想来好好的回答一下。回答一下，金兆尹一词意思不包含下列哪一项？京兆尹，京兆里面有京城的感觉，所以是有地名。尹它本身就是一个官名，是某种管理的意思。所以我要猜，我现在答对几题了？有超过两题了吗？有。好，答对很多题了。那我们拼一下，拼一下。三，三，按确定。那到底是什么呢？
生活，自然与生活科技。问答题：托里切利发明第一支水银温度计，请问第一支温度计是谁发明的？好，哈哈，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好，拿卡，卡。这个应该潘博士就会说，这题怎么不问我呢？对不对？不是我不会。温度计耶！我不晓得，我不会。就是先量温度的那个。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放水里啊，放腋下。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各一种。我猜的飞轮海，飞轮海。飞轮海。飞轮海，英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摄氏是 C 嘛，然后飞轮海是 F。对 ，Fahrenheit。Fahrenheit， 就是张嘉玲也说是 Fahrenheit。我觉得还蛮合理，我觉得他的推理合理的。华氏。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全力练。好，全力练。你好棒哦！艺术人文好了。艺术人文，嗯。选择题：西游记故事里唐三藏的三个徒弟中唯一娶过亲的是谁？一孙悟空，二猪八戒，三沙悟净。我去年就是死在一个这种童话的题目里面。西游记里面唯一娶过亲的，不可能是孙悟空，因为他就是一只猴子嘛。谁说猴子就不能娶亲生子的？究竟是哪个徒弟那么不合群，竟然成过亲呢？我来分析一下，怎么了吗？是什么？不会太早用吗？不会。按啊。不用这个啊。不后悔了。这个有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你按这个呢？这个呢？这个。Coming soon。不可能是孙悟空，因为他就是一只猴子嘛。哎，不要这样讲人家，人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猴子，什么都可以做的哦。不记得他有娶过沙悟净。沙悟净好像也是修行的人，都是，他们其实都是，但是在过程当中有人娶过亲。五、四、三、二，要按。二，猪八戒好像比较喜欢女生的感觉。对，哎，确定。问答题：台湾本岛除了嘉义县市，还有哪三个县市由北回归线通过？没有选择啊！没有选择。哪三个县市？嘉义、嘉南、南投花莲。还少一个。少对三个。三个县市，县市，所以有像南投，可以说南投市吗？没，还可以啊，可以啊，南投县市。还有五、四、三、二，南投市好了。南投县、南投市、花莲县，按确定。是花莲县。
高雄，高雄不是很难吗？刚刚好。他那边差一点。嘉义市，北回归线。啊，花莲县市，正好在高雄市的头顶上，这样经过。好了，好了，学了一个知识，学了一个知识。潘博士，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好，来来来来来，12,000元，很棒哦，雨欣。谢谢，希望你们这次也能成功，谢谢。好，接下来这一对呢，他们现在又一起参加一个新戏，但是今天来的嘉玲应该是第一次来哦，失忆男是很有经验的啊，完全不怕很怕。欢迎他们两位，嘉玲和心怡。你好，小总监。今天办了我外遇对象张张。啊，这是这样。戏里面的外遇对象吗？对，他介入我跟王心凌，害我的老婆被贺军小三。那你们还没有结婚哦？对对对对。对，还没有结婚。小三。你劈腿的这个对象是不是？哦，嘉玲。嘉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对对对，第一次来上，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吗？他也是第一次演你们的戏吗？第一次，演这，不是第一次拍戏，但是对对对，跟他们合作是第一次。对，跟他合作是第一次。对，施玉南，有照顾你吗？有，非常非常非常照顾。今天也要说的五个非常就是不照顾的。没有，我真的我还做甜点给他们吃。真的。真的超好吃，而且我要跟我考上烘焙师执照，真的假的？真的，我才前上个礼拜上才考上，超厉害，烘焙师啊！对，因为我们这出戏是在演那个面包店、面包蛋糕，然后后来就有兴趣，后来我就去学去考，后来就考上，就考上了。哇，下次演大师傅，你又考上厨师执照，对，所以演戏有一个好处。好，来来来，请到台上。几题？我最高是拿了24,000吧。哇，你好厉害！可是我今天完全没有压力耶，我发现跟就是有人一起上，压力完全释放。完全释放。对，我可不可以先过去坐？一起耶！先选个小朋友。来。选我，可以选我的学妹吗？好，你先。其实我知道啊，每一个人上来都很紧张，但是因为珊妮老师脸比较酷一点，她看起来最紧张。我很紧张吗？真的吗？我好想疏散一些小朋友。你知道吗，小燕姐？我刚刚听珊妮老师在那个化妆间讲说，来这根本是完全没有自尊了，尊严。对，因为一个摧毁自信心的节目，对，就是这个节目是摧毁大人自信心的节目，真的。我跟你讲，来过一次，但是我们建立了很多小朋友的信心。好，别怕，来选。你要选哪一个？既然你是艺术研究所的，我们就来一个艺术研究所，而且有烘焙执照的艺术研究所。我上次来是刚考上，现在来已经要毕业了。真的哈、哦？真的，来，恭喜恭喜。那就艺术与人文。时间题，选择题。木莲救母故事中，木莲拿给母亲的食物都变成什么？一土、二火、三石头。汤。我跟你讲，一定要用。对。那你好，我知道。台下有人知道吗？木莲救母东东，木莲救母亲的食物都变成什么？潘怀忠博士。不知道。卡通你不看？这种传奇故事你也不看，你真是书呆子，对不对？看过已经忘了，看过忘了，都忘了。对，有记得吗？雨欣，不记得。光良记得吗？不记得，不记得。可是我猜是石头了。他就是为了要去救母亲，然后就开始做很多的善事。他变成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石头吗？我有信心吗？有。耶！好可怕哦。木莲
的父亲呢，很早就死了，因为他生前做了很多善事，他上了天堂。但是他母亲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善事，但他后来他父亲死了后，因为太过悲愤，所以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真的吗？对，结果后来他现在还在讲隔壁老王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哇，木莲的妈妈打入十八层地狱。对，然后孝顺的木莲为了去救他妈妈，就带了很多食物，路上跑到十八层地狱下面去找妈妈。对。娘，我给你送餐点来了。是，然后但是他母亲因为犯了太多个过错，所以食物一碰到他嘴巴都会变得火，而且吞不下。妈妈说：“我饿，儿子，你做的面包我拿来。”哇，就变火了。地狱不能去，各位多做点善事哈。所以木莲救母就是这样的故事，到十八层地狱去给妈妈送吃的。孝心感动，孝心感动，但是呢，那个食物就是他妈妈一要吃就变成火，这个时候拍成电影就很有效果。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像我蛋糕面糊，送到我就很熟了，蛋糕就发了。不教了吧？我再救不了你，这个原来是这样子的，来，再选一题。再选，来，看你了，你选吧。好，健康与体育，健康与体育。这个太时间题吧，是非题。打手球的时候，所有的球员都不可以用膝盖以下的部位触球，对还是错？手球，对还是错？对还是错？对。哎，确定。打手球的时候，所有的球员都不可以用膝盖以下的部位触球。潘博士，对不对？对。对，打过手球了，对不对？对，打过。尹昕，我觉得是对。手球难道一定只能用手去传接球吗？还是其实会有什么例外的状况发生呢？好绝望啊！也有关节的问题，好歹我也有念到政大新闻系。简单的，就这么简单。好，你们不要再强调它的简单。你们不要吓我。我现在题目看你们的卡用完。光良，对，打过手球了，对不对？对，打过。尹昕，我觉得是对。你也是觉得，珊妮，我看你一脸茫然，一脸惊恐。体育跟我无关，不要问我。好，对。对了吧。手球哎，潘老师说对了。等一下，等一下，这叫送分题。好，来这一位，你叫什么？这边没有。叫什么名字？叶子轩。叶子轩啊，好，这个答案应该是错。那是谁可以碰到球？谁可以答？阿豪，你告诉我，谁可以碰到球？答对了！哇，这算陷阱题吗？守门员，因为他说是什么人都不可以，其实守门员是可以其他的地方触到球。手球正式比赛，每队有七位球员上场，其中一位包括守门员。守门员在球门区域内可以用身体任何部位挡球。但是走出球门区域外就是普通球员，普通球员不可以用膝盖以下触球，也不能持球三秒钟以上，所以这题答案是错。有陷阱的题，时间太难了啦，光良的都好简单哦，光良都好简单啊，我的运气好啊，你的运气好，对啊，应该怎么说？不是，我们是给嘉玲姐先来当第一次震撼教育，震撼教育，来，机会，真的，好，500，还是500，都要落泪了，小玲姐，我们还要两个人分，对啊，这个我们一次机会吗？两个人分就是一人250啊。这跟你们的戏名很一样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希望大家演出成功，谢谢。好，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一定很后悔要来接的这个。
个通告，但是从他上一张专辑如果哪一件是最重要的得了金曲奖之后呢，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他终于带出了2011年的新的专辑，叫做 I Love Joe， 非常的好听。那我们现在先来欢迎我们的最佳评审，也是暗黑公主陈珊妮老师。完全讲出了我的心声，完全讲出你的心声，我好紧张，好紧张啊，很后悔来接这个东西，对，很可怕。我刚刚看着你，你看着那个题目，然后发现这个世界跟你很遥远，对不对？就觉得小学真的跟我有一点点距离，有一点点距离，而且其实呢，你又看那个题目似懂非懂，好像哎，好像有点知道，对，就好像仿佛听过这些故事，对。但是那个是火呢，还是食物？但所有问到的细节完全都记不住，完全都记不住。你要不要把 CD 给我？哎呀，我紧张到忘记了。对，其实你看他 I Love John， 你这个娃娃是从哪里？就是因为他我才来上这个节目啊。闪电老师加油！好紧张，你看我本来手是冰的变热了。对，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左手一直搓右手啊。也就是，这个，而且刚刚我在这里看一遍，潘博士啊，到底是这个啊，就好像练过气功一样。他虽然是紧张，但是他气很顺的说我不会。对对对，但是你就是一脸的茫然。信心，他给你信心，因为他在旁边，然后我就问他说这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不会，然后我想说他感觉上是这边最有智慧的人，然后也都不会，我想说那我不会也刚好。对，这里凭良心讲，这个凭智慧啊，或者是学多少，这个不准的，因为就是在念小学的这个当中，哎，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是跟时事也有关，因为小朋友也要念，对不对？所以真的很厉害，加油加油，来！珊妮老师今天穿得很 lady 哦，我想要亲近小朋友，亲近，现在不敢穿高跟鞋，还不穿高跟鞋，怕太高了。好，来来来来来，选个小朋友。十万，加油！他刚刚木莲舅母的故事说的不错，把我唬得一愣的，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来，好。从一年级开始啊，不行吗？也可以啦，不过他六年级耶。至少没有我那么遥远啊！你这么远啊！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生活。选择题：儿歌《小蜜蜂》中提到什么不做工，将来哪里好过冬？一、春暖花开；二、天暖花好；三、天暖花开。即将要去，即将要去，这一题就是类似百万大歌星。我对于我感兴趣的歌，我都会记得很清楚。竟然很，我很会记歌词。怎么会记歌词？对，哇，好，这个我有把握。有把握是什么？你要先讲答案，答案。天暖花好不做工。天暖花好不做工。对。啊，确定。确定，光良知道吗？我以为是三呢。天暖花开，对不对？潘博士。一。春暖花开。新一男。天暖花就开了。天暖花就开了。所以你也觉得是三，对不对？你不要吓我。好，没有人选爱啊，二哦，只有你是按确定二的哦。可是我已经按了，对，你已经按了，你没有办法。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一下，有春暖花开，有天暖花开。
就没有人选天了。我的专辑6月17号发行，6月14号有首唱，有首唱会。超赞的！但是你也觉得有点解脱的感觉，对不对？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不想输给光良。输给光良？哇，你不想输给光良，你要八题耶！对，哇，加油加油加油！感谢天南花好，轰隆隆隆隆，用天南花好。二年级，乡，哎呀，乡土，我好像不太适合乡土，对不对？好，乡土，乡土，选择题，台语谚语，一滴把塞归叮当，用来比喻一个人伤心欲绝。一三斤，二五斤，三九斤。一滴把塞，放弃了吗？我放弃了。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潘博士，您知道要一滴眼泪要多重才能够伤心欲绝？我叫是五塞，你叫是五塞，一滴八塞。施玉南，你妈妈是这个传统戏曲，对不对？不要砸了你妈妈的招牌。我这样算。刚光良说九斤太重，我觉得五斤也太重，应该三斤就够了。三斤就够了吗？眼泪的重量用来换算伤心的程度，施玉南的三斤会不会太少了？我今天来啊，知道我是多么的无知。他题目还没看就是求救求救求救，没按确定就是不确定，是不是？真正的答案都不是这三个，你跟他的不一样，真的。刚光良说九斤太重，我觉得五斤也太重，应该三斤就够了。三斤就够了吗？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太重，五斤也太重，要三斤就够了。一，而且一颗。来，再选个小朋友。熊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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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沃。蓉蓉，蓉蓉。当小朋友在跟你说加油加油的时候，心更慌哈。对。我是要竭尽所能的讨好他们。来，接下来，唉，难啊！数学你好不好？我刚刚看你数学都不要不要怂恿我答数学，我刚刚吓死了。不是，他们在啊，你要趁他们在的时候。真的吗？对呀，是不是啊？还是自然与社会科技？健康与体育，三年级综合活动，艺术，你不是全讲完了吗？艺术与人文，好，艺术与人文，好，艺术与人文。选择题，简单。近期有作品来台展出的莫内，跟以下哪位画家属同一画派？一达利，二雷诺瓦，三马蒂斯。好，近期有作品来台展出的莫内，跟以下哪一个画家是属于同一画派？不是达利，不是达利，莫内是印象。马蒂斯吗？我不要，我不要猜了，不要猜了。潘博士，是，你知道吗？那三个人都认识我，不认识他们。潘博士，你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定是很皮的学生。没错。是不是啊？对。你让我依稀感觉得到，老师把你叫起来，潘怀中你就站起来，你报告写了没有？没有。对不对？吃饭了没有？
个。好，来，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然后因为莫内画了一系列的作品，所以才有印象派的诞生。哦，好的，谢谢你。他们都属于印象派。好沮丧，好沮丧，对不对？好沮丧，好后悔选的这个艺术语言文，对对，好沮丧。那要不要选综合文还是数学？就从这一边都选上去。数学，好，数学好了，数学好。问答题。甲乙丙丁戊五人出相同的钱合买原子笔，后来因为甲比其他四人每人多拿了十支，原子笔每支售价八元，请问甲应补给其他四人每人各多少元？请问甲应该补给其他人各多少元？好，蓉蓉已经算出来了，按确定。这是每一个人是不是要补每一个人？16块，不晓得对不对？不晓得对不对？不难嘛，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难。难不难？好。哎，我不会耶。你不会哦。不会。拿团结卡。好。其实这一题字看起来很多。其实不难，对不对？这是所有题目当中最容易的一题。甲应该补给其他的人各多少钱？16元。潘博士，你答对了。好，16元。请问潘博士，这题是怎么会答这样子的？就很简单嘛，就五八不是，就是八乘上十嘛，然后除上五就对了。因为多出十支嘛，每支八块，所以等于多出80块，80块每个人分掉就是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简单。好，你们不要再强调它的简单。其实他就是说，每人比每人多拿了10块嘛，对不对？那原子笔每支售价是八块，就乘上十嘛，就80。对，哦，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数学就是一件让你恍然。其实国文也不太好，对，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有一次有人来上我们节目，最后他拿的题目就说，我觉得在百万小学堂，如果你把题目看懂了。你就答对一半，所以题目有的时候数学题目是题目看懂了，其实就答对一半。我现在题目看懂，我的卡用完，维持有点晚，维持有点晚了，是不是？下次再来，还没有，完了，没有，我说下次来的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对，这个你现在才4题，你要跟超过。光良是几题？6、7题吧。6、7题，来加油！我加油。3年级综合活动。我不要了，我不要再低年级了。我6年级自然与生活科技。好，来。大家来到小食堂灵活度大赛现场，希望今天各方好手都能使出全力来。首先欢迎第一位参赛者小西瓜。别人用手弹琴算什么？我的脚趾头超灵活，看我脚趾弹琴。哇，小西瓜真是厉害啊！接下来登场的是丁丁，手做冰雕已经落伍了。今天我带来的是蛇、菜、莲花。果真是名副其实的舌灿莲花，表现太棒了！最后一位参赛者悠悠将为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我今天要表演的是人体直升机。悠悠的灵活度真是太令人赞叹了，冠军非他莫属了。
选择题，大鱼在水中游泳的灵活度往往不如小鱼，原因为何？一、关节弹性差；二、肌肉较坚硬；三、水阻力较高。我们看了大鱼在水中的游泳的灵活度往往不如小鱼这样，原因为何？我觉得体型的大小都跟什么有关？肌肉组织应该是有关的。所以，那水阻力高应该是快啊，肌肉较坚硬。哎，确定？吓了一跳。不要吓我，这边已经关起来了。好。肌肉较坚硬，大鱼。哇哇！哎，你的顿点，我跟你讲，陈生你在答题的时候，大家都比你还紧张。对。所以呢，要不要回答？答对了以后，大家都很紧张。其实这题就是肌肉，肌肉比较硬，对不对？大型鱼类，比方说尾鱼，虽然游泳速度快，但在高速转弯时就显得不如其他小型鱼类来得灵敏。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一般来说，越是大型的鱼类，身体的肌肉越僵硬，所以大型鱼类虽然游泳速度快，但在运动灵活性上却相对较低，所以答案是肌肉较坚硬。潘博士，这个我不知道，真的是他猜对了。潘博士，对，我想请问一下，是您到底是念？我到底知道什么？不是，你到底念的是药学，对不对？我其实是药理学。药理学就是我们吃的哪些药，对不对？对对对。你会开药给我们，对不对？我不能开药。你不能开药？我不能开药，我只能念书做研究。因为你可能制药。我不能开药给人家，可是我可以做药给医生，然后医生再开给你。所以你是分析化学这些，对不对？对，可以做分析。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盘，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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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吃下去的。好，12000了，来，加油加油，马上24000了，加油加油！三年级综合活动，哎，你回到三年级，不要国语啊，我不要了，不要。三年级综合活动，信心来了。哇，这个你应该知道吧？选择题，相传美国总统华盛顿是为了什么原因要砍倒樱桃树？一、想吃新鲜樱桃；二、帮忙整理花园；三、测试斧头能力。好，这个是陈珊妮小姐第一张的专辑。想当年，她第一张专辑就是说华盛顿为什么砍倒樱桃树，对不对？嗯，所以。你应该有研究过，忘了。我只知道他后来表现出很诚实的样子。对，但是我们应该有个题目说，是不是表现他的诚实能力？但不是的。但是因为吃新鲜樱桃这种事是我们这种人干的，就是他应该不会。我这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个目的，整理花园。测试斧头能力。测试斧头能力。确定吗？确定。华盛顿就是拿他的看，哎，这个斧头好不好？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各位小朋友千万不要随便学华盛顿。要按吗？按。三。故事的一个笑话啊，你笑话？对，就是有一天小明他考试考得不好，然后在学校又很倒霉，所以他回家之后，他就跟一些同学去把一个流动厕所推到河里面去。然后回家之后，他爸爸非常的愤怒，他就跟他说：“你这小孩到底是怎么了？出了神经吗？为什么要推一个流动厕所到河里？”他说：“因为我心情不好啊，我的爸爸，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爸爸就骂了他一顿，
然后小明就说，可是当时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时候，他非常的诚实，所以爸爸没有骂他。那您为什么要骂我呢？然后呢，他爸爸就说，可是当时华盛顿的爸爸并没有在樱桃树上啊。哇，原来你这个故事还故事中有故事啊。哦，小明他爸爸为什么要在那厕所流动厕所里上厕所呢？好，谢谢你。国语怎么样？好，国语，国语选择题，成语一唱三叹中，叹的意思是什么？一叹息，二叹听，三赞叹。一唱三叹中的叹的意思，叹听的叹就怪怪的了。叹听三叹，一唱三叹，但是成语里头是固定的，一唱三叹，叹叹叹叹三三叹，确定吗？确定，因为我每次唱歌下面都会有那种赞叹的感觉。珊妮老师的唱功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个唱真的是指唱歌吗？确定，因为我每次唱歌下面都会有那种赞叹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我，我就选一了。我唱歌时下面都是很叹息，可不可以不要唱？不方便讲什么，实词求是。赞叹。你要到了10万，会不会让大家都很惊讶？就没有人不会再不敢来了，对不对？还好吧？还好。好歹我也有念到政大新闻系。对，你是政大新闻系耶，对对对对，所以你小时候功课还不错哎。普普通通还过得去。还过得去，来看心情的。四年级。好，四年级健康与体育。健康与体育。选择题，简单。哪一种维他命有钙质搬运工之称，可以帮助钙质被人体吸收？一维他命 B， 二维他命 C， 三维他命 D。这个我天天都有摄取，天天都有摄取。维他命 D， 你确定现在需要天天摄取吗？帮助钙质吸收，真的、哦。维他命 D， 真的。维他命 D， 哎，确定。确定，你年纪这么轻，干嘛要帮助钙质？是应该我们这种人才需要。先存好，是不是？维他命 D。Yes。选择题，达悟族的新船下水记，船只下水前需用什么盖满船身祈福？一飞鱼，二芋头，三小米。好，新船下水，所以他一定要什么东西盖满船身，一起来祈福唱歌。听说要唱很久，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唱一首歌。我对飞鱼跟芋头都不熟，但是跟小米熟。但是我对小米酒就是还蛮熟的。小米酒，所以一定要有什么？哎，我不想答错。五、四、三、二、一，小米，小米。
气激烈哈、啊！你叫芋头吗？不是，你叫什么？谢天。哇，你有没有弟弟？谢天谢地。真的是芋头。来来来。你很像打五组哎。好，谢天是不是？是不是什么答案？芋头答对了。芋头。这个芋头啊，要种三年，芋头就要种三年，船要慢慢做，一边坐船的时候一边种芋头，然后芋头的摆满了船身。哦，这个好难，很难哈，太难了，太难了。达悟族这小朋友，你看现在一年级小朋友真很可怜，要学这么多的东西，很厉害，太厉害了。来，我们看看24000元。好开心，好开心。有陈香妮第一次的手上会，凭良心讲，像你在念书的时候，你有记得的老师吗？你有上课吗？我有上课，小学的时候应该对对，一定有的。我到大学其实都还蛮乖的，蛮常上课，蛮常上。那你有记得的老师吗？糟了，我还真的不记得。好了，算你去上课好了。但是我真的有去上课，真的有去上课。其实呢，我觉得有很多来的来宾啊，都还记得小学老师某一班的那个老师。我记得老师们做了什么事，但是我就是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名字是不是？哦，你都记歌词了吗？我记得老师对我的好，记得我对，记得你的好。来，哎，谢谢。常看到这个潘博士，尤其是最近，我想每个人听到他讲话都很注意听，到底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多半的东西好像都不能吃，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吃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潘博士。说我不会，我觉得你越说你不会，我就觉得你是保存实力，让我们有惊讶，希望希望。今天潘博士不但来我们节目，他还带了他的太太跟女儿一起来，对不对？欢迎我，你好，来来来，哇，小燕姐好，好，哇，哦。你女儿这么大了？对，小六跟蓉蓉那个同样的年纪。同学啊，哇！我们来看看潘博士小的时候。哦，对对对对对。这一张照片代表了一切。你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对不对？阳明山国小，哎。对。您为什么穿的内衣在学校？不是，他叫我扮山羊，老师叫我扮山羊，然后还要装出山羊很凶猛的样子。对，你感觉上是山羊要打架的，是吧？哇，我这只羊要打架的样子。哇，这是应该在幼稚园吧，还是小学？幼稚园，幼稚园，幼稚园。小的时候功课好吗？就是每一次交考卷呢，考100分，但是呢没写名字，就是老师会找一张没写名字的那个，大概就是潘怀忠的。对，就是。很调皮，而且很粗心。对，然后就考卷写久，我就交，就交了，就走了。对对对。哇，那你在制药当中，啊，这会不会啊？撒一点，撒一点就走了。不会不会不会。现在因为他环环相扣，环环相扣，不是一个人控制的，不是一个人。像我那时候在美国药厂的时候，我们有3万个那个博士在做一个药厂的研究工作，三万人。所以任何的一个药其实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对，要通常一个药大概要平均12年。我今天来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呢，知道我是多么的无知，不会，还没上去呢，不晓得啊，我刚刚已经差不多了。潘太太，您觉得您老公今天会答对几题？大概5题已经不得了了，已经不得了了。我问一下您的女儿，你觉得爸爸会答对几题？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平常爸爸应该没陪你做过功课吧？没有。有，他做功课，我在旁边看书了。对不对？有陪伴，那
但是没有帮你做，妈妈有帮你帮忙吗？有有，刚才那个木莲救魔那个故事我讲过，他还记得，他还记得，对不对？好，那待会儿你们就不要给潘先生打 pass 哈。现在再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潘博士啊，今年都是保持体重在一定的范围，对对对，怎么样保持？就是第一哦，不吃零食，就是三餐中间听到没有？不吃零食。对。他们每一段录完都到后面去吃零食。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不喝含糖饮料，完全不喝，我只喝水跟茶。不喝含糖饮料。对对对，就是任何有加糖的都不喝。对，我一般不喝饮料，我就只喝水跟茶，其他完全不喝。其他完全不喝。完全不喝。所以你身上就绝对没有塑化什么或其他。很难讲了，他如果掺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对。对，真是很可怕。对。那还有呢？还有就是那个三餐定时定量，就是我大概每餐吃的都差不多那么多。对对对对对，定时。你太太身材也维持得不错，还不错。我是运动比较多，你运动比较多是吧？他定时定量，所以这个都是可以保持身体。那我不吃油炸的，我已经好几年都不吃油炸的。对，好难，只要是炸的就不吃，对。只要是炸的就不吃，对。哎呀，我觉得只要是炸的，我什么都爱吃。有东西只要是炸的都好吃啊。好，谢谢潘博士。做妈妈的给小朋友的料理当中也越少炸的越好就对了，对不对？好，先选一位小朋友。我选那个布丁。布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五个人里面了，有的人已经上来四次了，有的人上来两次，他是上来一次的。好。所以哇，你都有仔细看。有。哇。现在我都会先叫一次的上来，让他们平均一下。你看这个。制药的就是平均一下。来，请选题。好，来艺术人文。艺术与人文毫不考虑，先拿出是求救时间题，求救选择题。芭蕾舞《天鹅湖》的王子若想破解天鹅公主的魔咒，得公开做什么事？什么事？一共五，我求救，我求救，求婚。同学卡，求救。我觉得潘博士真是一个药学的博士，他题目还没看就是求救。潘博士的声望在第一题用卡后就荡然无存了，王子救公主的老掉牙剧情会是什么呢？实验题很烦呢，你很叛逆啊。我听你的。你唱一下《无敌铁金刚》。我不太会唱。时间题先按还是先打？答跟按就一起。太过分了。萧敬腾指明说，薛胜芬制作人，您太过分。我没有说他过分，我说是一个规则。就是他定的。太过分。他题目还没看，就是求救。我早就想好了，因为我刚在下面已经都揣摩好了。像这种什么艺术人文，我反正是绝对不会的，因为我从小的画什么就不像什么。哎呦喂，图画不行。对，艺术也很烂。艺术。音乐也差。音乐也差。这种，而且童话故事你也不看。对，我现在就是把那种不会的就先弄掉。我最少三题都会对。最少三题都会对。好。猜是。天鹅湖哎。求婚吧。求婚吧。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求婚。耶，求婚。谢谢小布丁救我。谢谢。好，我们再来选一个什么自然与生活科技这一类的。没有。哦，对，好，自然与生活，我都听你的。我差点走入误入歧途。自然与生活科技，来。又到了小学堂每月一物的介绍时间，让我们欢迎家电大师叶子。谢谢。是的。继上次的超级果汁机问世之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回响，于是本公司又研发了这台超级百变微波炉。超级
级百变微波炉，那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呢？这台超级百变微波炉是所有在家做菜的太太们的福音，只要给我几分钟，我就能做出一桌可口的料理。是的，这里是一颗又大又甜的苹果，只要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只要五秒钟，我就可以让它发生奇迹。是的，五秒钟过去了，我们看到苹果变成了大人小孩都爱的苹果派。接下来是这个新鲜又多汁的凤梨，同样的，我们只要把它放到微波炉里，一样是五秒钟之后又可以再次见识到奇迹的发生。是的，五秒钟之后，我们看到新鲜多汁的凤梨变成了香酥可口的凤梨酥。哇，哦，好香哦！那大师既然这么多甜点，能不能来一道主菜呢？你要主菜是吧？好，这里是一颗平凡无奇的鸡蛋，接下来我们只要把它放到微波炉里，还是一样，只要五秒钟。五秒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前所未有的奇迹。五秒钟之后，我们看到一颗平凡无奇的鸡蛋变成了香喷喷、热腾腾的烤鸡。是的，小学堂每月一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选择题：为什么不能把金属器皿放进微波炉加热？一，会让电磁波过强伤害人体。二，会产生高热而有失火危险。三，食物会被金属污染不能吃。好，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刚刚我们看的短句，各位小朋友，那是短句哦，你真的不要把鸡蛋跟凤梨还有苹果放进微波炉哦，五秒钟之后你就会被妈妈骂哦，后果不堪设想哦，千万不要哦。去放进微波炉加热的原因是：二，会产生高热而失火危险；确定吗？很确定，很确定。没按确定就是不确定，是不是？是二吗？你跟他的不一样。真的。我想来想去，其实真正的答案都不是这三个。真正的答案是因为金属会反射，会反射那个微波，会反射，会出火花。对，所以它就是它不会是一，它不会是一，因为电磁波原来就是这么强，它不会变过强，不会。然后金属也不会污染，也不会，主要是会金属会反射微波，产生失火的危险。所以我是觉得二，唯一只有二的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好，没关系，反正你没有用到它的答案。没有用到。我也没用卡的。你也没用卡。没有用卡。一切就靠自己。反正他没有你的答案。哎呀，好险哦！好险！而且千万反正都不要把金属的放进去，对不对？微波炉加热的原理是利用微波送入食物的内部，而达到从内部加热的目的。微波是一种长波长的电磁波，它可以穿透大部分的物质，不过却会被金属所反射。微波的粒子撞击到金属，会产生相当高的热量，形成危险。所以如果今天金属是一个具有非常容易吸收微波的形状，这时候微波炉就会容易产生高的热量而失火。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容易产生高热而有失火的危险。还有一点就是不能把保鲜膜盖在食物上面放到微波炉去微波，因为那个保鲜膜是它是由塑胶构成的，它会释放出一种毒液，对，然后吃食物的时候
再把保鲜膜掀开已经来不及了。对，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几年以前，大家还告诉我，你保鲜膜放上去还戳几个洞，是不是？对，那是错误的示范。我还很真的把保鲜膜吧，还戳几个洞哎，那我那个时候应该吃下很多什么？塑化剂的，或者还有很多的催化剂啦，什么稳定剂啊，一大堆。那个会怎么样？也没怎么样，你也是活过来了嘛。Yes。而且还这么年轻。就是，也不能鼓励人家。但是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印象是说，你把保鲜膜放上面还戳几个洞去微波，后来就怎么想，好像这是跟塑胶有关，就不应该。对，不应该。其实最好就不要。不要，对。哎，好，再选个小朋友。小娃，小娃，娃娃。娃娃今天只上来一次。好，对。谢谢，感谢赵我。所以你生了两个儿子以后，经过了九年，就想家里要有个女儿，是不是？不是，是我太太跑回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跑来说她要生个女儿，我吓一跳。九年后，哇，你好厉害啊，说生就生呢。那也是已经用尽全身的力气。但是你知道，有两个男孩真的就很想有个女儿在身边，对不 对, 对, 对其实你想，两个男孩子大了以后有个女儿在身边，真的还可以至少再陪到这个国中高中，对不对？妈妈有想法。回家的时候啊，都说女儿我抱一下或者我亲一下，现在都没了，她只把臭脚伸出来让我亲一下臭脚。这个也是一种乐趣，对不对？对，这是没办法的，心甘情愿。来，选题。好，数学。数学。小潘。问答题。小潘目前面对着北方，如果他要依顺时针方向转向南南西的位置上，必须旋转多少角度？OK 了，哦，你不算了，不算了，大概因为我不太有把握了，大概105左右了，105，对，但是我你心算呢，对，他105左右，但是我还是用这个。好，你心有算出来了吗？对，我猜是这样，多少？202.5，202，哇，尹昕数学很好哎，202.5，来，同学借我看，耶，哎呦，202.5，好在哦，对，而且算得很快，对不对？好厉害哦。谢娃娃，谢谢，哎呦，这么好！来，悠悠，来解说一下。来吧，哎呦，讲给我。就是因为一半是180度，它是面向北方，转过来这个是45度，除以二，加起来就是202.5。哦。哦。看起来简单。耶，只剩下一张卡了。没关系，我至少还会过一个嘛，对不对？对。乡土。好，乡土，你讲的真对。乡土。谢谢。问答题：台语形容当官的人，几岁瓜高岁是什么动物？你不知道吗？不知道，细瓜高岁。你细瓜高岁？狐狸呀。狐狸。狐狸。好。你西瓜九世什么？就是你做了一世的官，你九世都要变成什么？狐。做牛做马呀。做牛做马。做牛做马。牛。哎呀，感谢。可不可以上天再送一张卡？没办法啊！国语社会，
社会好的。还是一年级生活？一年级生活，我从最低层来啊。来，一年级生活。一年级生活，好。问答题：糟糕，卡通《我们这一家》中，花妈小孩的名字分别是哪两种水果？花妈小孩，小孩是两种水果，很简单，对不对？对，很好吃的两种水果，对不对？对，两种我们常看到的水果，对不对？对。等一下，有没有暗示？提醒一下嘛。提醒你一下，形状都差不多。对，可以吃的，形状差不多。花吗？花。柚子跟橘子。好，谁是大的？好，我告诉你，橘子。橘子。好，橘子是大的。柚子。好，确定。柚子跟橘子。这个真的是乱猜的。乱猜的。乱猜的。其实是来花妈跟花爸。好，这花爸比较像你哈。柚子是姐姐是吧？柚子是小的，小的。这个人不看卡通很久了。柚子是什么？橘子是姐姐。柚子有没有很讨厌姐姐？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哎呀，念书都念得这么好就好了，你们记得好清楚啊。好，你看小朋友知道的事情跟我们真的他比我们多得多多多，所以你们现在在家里也是花妈花爸对不对？好，不过你有是两个哥哥一个女儿嘛，对不对？来，再来一题。我现在不能被你误导了，我最会的那个健康与体育要先挑。对呀，一直叫我选那我那么难的，这一年级的卡通根本不会。健康一题，健康一题。选择题：标准羽毛球上有几根羽毛？一12根，2 14根，3 16根。羽毛球，有没有暗示？没有。我给你一个暗示，10根以上。哎呀，谢谢你。羽毛球，你就看羽毛球几根？12。确定？几根？12根。12根？真的假的？他刚一直在算，也是你这样一根一根算吗？对，没有人去算过啊，谁去算？你们有算过？他其实有标准的，标准羽毛球。像一定有几根羽毛？12根吗？几根？16根。答对！好，谢谢你们了。哇，没有打羽毛球，对不对？不是，就算打也没有去算了。不过真的，你看，我刚刚其实是救你，对不对？我没有让你选这么难的。对。对。很难呐、啊，对对对。好，这一。哦，了解了，了解了。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可以，这个。所以你刚刚是帮我，不让我选那个。对嘛？早知道我还是要听你的。来，6000元。
拜啊，没拜啊，没拜啊，没拜。好，潘博士，在人心惶惶的这些日子里头，请你给我们几句真言，就要怎么样去吃东西会比较健康？好，给一个打油诗，尤其是小朋友们。好，给一句打油诗，叫做“根茎花果叶”。根茎花果叶，红黄绿白黑，红黄绿白黑，一日五七九，一日五七九，健康最长久，健康最长久，知道意思吗？不知道。好，这个蔬菜水果要多吃，对不对？对，一天要吃五份、七份、九份，小孩五份。大人女孩是七份，大人男孩是九份，叫五七九，对不对？五七九。那各种颜色都要吃到，各种颜色，红黄绿白黑五色要吃全。黑的是什么？黑的就是像比如说芝麻啦、葡萄啦、茄子啦，对不对？哈，这些都算嘛，哈。然后呢，根茎花果叶每个部分都要吃得到，全食物，全食物，健康就最长久。所以要平均摄取，对，平均摄取，定量定时。我把我一生的精华都送给你们。谢谢。感谢感谢。10月24号有在 Legacy， 对不对？你们戏要上演了。然后潘博士，谢谢给我们啊很多的这个的。你的戏是6月17号演出，26号。我的专辑已经发行了，是演唱会 Live 精选加新歌《台北下雨的星期天》。好，谢谢。